韩国2018 MAMA 在香港举办了颁奖礼，现场韩星云集送中基金、中国安宰贤、宣美等热播剧主角当红组合全都有到场。不过当天在中韩两网引起热议的倒是唯一受邀中国女星 Baby， 以出众的颜值和碾压的造型上了两国的热搜。如果你关注了颁奖礼，就不难理解 Baby 为啥能惊艳韩网了。看下当天众韩星们的造型就知道，简直像中乡村结合部，尤其没了韩国的滤镜，个个都现出原形了。婚后的宋仲基有了普遍韩国明星都有的幸福胖，整个人的气质都多了一丝油腻感，差点认不出这是仲基欧巴 MAMA 颁奖礼。没了韩国滤镜就知道韩星确实赚不到钱。 Baby 秒全场韩国爆剧内在美的女主，脱下戏服也是有点脸盲，这一身老气的酒红色礼服感觉像是90年代的舞女。以美腿出名的宣美，无论是脸还是礼服都有点差强人意，这颜色和款式会不会都太露了点？韩国向来引以为傲的女团们在中国的镜头下都显得非主流，又过时，更像是时下网红主播们的聚会，感觉脸都一个样。最后 Baby 出场的时候真的称得上星光熠熠，光彩夺目了。比起上面充满乡土气息的网红们， Baby 真的周身充满了真正的星儿，造型也是大气上档次，一袭粉色长裙飘飘欲仙。虽然平时 Baby 是一招黑体质，但她的颜值确实是无黑点。看完她跟韩星们同台之后，更发现她确实美得很高级。 Baby 走过红毯后立马在韩国上了实时热搜，甚至升至韩国最大网站热搜第二名，下面全是韩网在感叹贝贝的颜值和气质，都在说她是到场艺人里最美的仙女。其实自从奔跑吧兄弟之后，贝贝就成为了在韩国人气最高的中国女星，甚至在韩国地铁公交车上都能看到贝贝的广告。据说她也是韩国女孩们最想整成的整容范本，可见中韩两国的审美有些时候是一致的。韩网曾有个调查，韩国男生更喜欢哪一款中国女星，在杨幂和 Baby 出现时，三个男生都表示 Baby 更符合他们的审美，杨幂某些角度则是有些优美。犯了此次 MAMA 颁奖礼之所以 Baby 能够突出重围，在一众韩星中惊艳全场，其实还有脱离了韩式滤镜的功劳。中国镜头就是实在，平时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韩国当红演员爱豆们的照片都是经过韩式精修的，尤其是韩剧里他们特别擅长处理，如果将演员拍出最美的样子，可一旦离开韩式滤镜，你就会发现我们确实被滤镜骗了。上面那些照片就是最好的例子。拿在韩国出道的宋茜来说，她刚开始红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她都是这样韩流式的样子。当时宋茜被不少网友说过感觉她有些过于韩式，讲了一些后来他回国慢慢洗去了身上的韩式造型和风气，近两年又剪了短发，气质立马凸显，变得越来越好看了。而没有了韩式风格的宋茜再次和韩星同框时，从身材到气质直接秒杀了韩国当红女演员朴信惠。这样一对比，还是中国妹子更耐看更漂亮，朴信惠是典型的韩国妹子了，毕竟是出演过所有当红韩剧的女主的，可离开了电视剧在宋茜面前也显得不够大气的。所以说抛开了韩式滤镜和韩式包装，其实韩国明星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看。